为着要来提升着行动无方便的老时段，佮有信心障碍民众就医的品质，长期致力社会公益的国际赛组会，在我红赛组会含加红赛组会共同合招，加上国际总会经费挹注之下，特别关注着一台福祉车，和老厝社区发展协会六号举办整车仪式。国际总会 LCIF 主席曾刚对美国来到台湾，含家己市长吴炳辉共同见证赛组会关怀社会、实现服务的精神。国际世足会长期关怀身心障碍者和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为着实现关怀角色，辅助社区展会的目标，让社区需要帮助的老时段和民众就医的时阵会当更加方便。特别由五峰世足会佮有交峰世足会的会长发起合招赛友乐观。加上国际总会 LCIF 经费补助，各买一台福祉车，捐赠予老厝社区发展协会。六号的捐赠仪式由国际总会 LCIF 的主席曾刚对美国来到台湾，含家己市长吴炳辉共同见证。Especially helping with this beautiful van, I love seeing our foundation logo on it. 尤其呢，像这样漂亮的一部修理车呢，真的我感到很荣耀。Having respect and helping the elderly is very important to Laurie and I. 那能够来给我们的长者呢，这个尊重，我跟我夫人呢，真的很高兴。You make a great day for so many people, and I just want to say s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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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y. 那今天呢，是我最快乐、最棒的一天，因为你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一天给很多这些需要的人，再鼓掌一下，谢谢。我真的没想到，今天连我们 LCIF 的主席，而且也是前总会长贤伉俪，能够亲自莅临到我们这里来。我觉得这真的让我们小小的嘉义市，却有大大的能量。这如果不是各位狮子会的所有每一位。我们历任的总监跟所有的会长、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您的努力没有办法迎来这么重要的贵宾。而且你知道吗？布莱恩先主席他里面给我的一个名片里面，他里面我的英文不好，不过我这个应该还可以看得到，看不看我时间来不及，Serving a world in need， 我们鼓掌一下好不好？在世界最需要的地方，狮子的精神，这也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一直都在国际接轨，台湾也是一样，嘉义市更是如此。为着吼，这台福祉车会当发挥更加大的效益，帮助弱势民众来就医。修正的老厝社区发展协会嘛，决定和赛组会做伙，搁再将这台福祉车转送予台中民众家己婚姻，由院长陈静莹代表接受。这台由国际赛组会所捐赠的福祉车，除了驾驶之外，会当承载一台轮椅，阁有六位的老士官，都是体谅长辈骑老车行动无方便，车身配备特别选用现在市面上规格上悬的辅助寸脚踏板，确保长辈和行动无方便的弱势民众骑老车的安全，嘛，好福祉车的使用会当更加符合着老大人阁有弱势民众的需求。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帅加一起彩虹报道。好，谢谢。This is a shakedown. Order up that beat just like it's takeout. Show me you got soul inside those new shoes. And you can rock and roll with an attitude. So good, so fresh,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